珍贵的民国老照片。钱学森的妻子蒋英美丽出尘，蒲三电影皇后蝴蝶莲徽因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，她具有西方女性的大方，又有东方女性的婉约淡雅。艳丽无双的陆小曼在其面前也难免黯然失色，难怪梁思成会宠爱了她一生。张伯驹原名张嘉琪，中国爱国人士，第一收藏家、书法家、京剧艺术研究家、诗词学家，民国四公子之一。年轻时的颜值颇高，令潘素为之倾心。她是中国早期横跨默片时代和有声电影时代的女演员，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。她的容貌富丽雅致，惹人沉醉，有中国的葛丽泰嘉宝的美誉。她就是民国影后蝴蝶，她是蒋百里将军的三女儿，金庸先生的表姐，浪漫诗人徐志摩的表妹，唐谦之父钱学森的妻子。这位美丽的名媛就是蒋英。有网友表示她与现代的一位女星很相似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